小明这个名字真的是小明吗？不是，是一个艺名来的。哦，艺名啊，艺名啊，艺名。为什么会取一个名字这么可爱呢？啊，其实这个是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啊。新加坡多人就疯那个 Pokemon Go 的 game， 就在后港那边就有一个地方啊，很多人都喜欢去的，因为那边有很多 Pokemon 可以抓。所以我就跟我的团队就想了一个 idea， 我们去那边恶搞一下，然后我们去那边喊那个 Pokemon 的名字，把那个 Pokemon 其实没有在，那就跑，看你看那群人几百个人会不会跟我们一起跑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哇，只要人家认出我啊，我一定被打的呀、yeah. 所以我就要想一个办法来害我的真的 identity。作文每个人都写那个名字是小明的，每个人都知道小明是谁。小学的作文对、okay. 不懂写什么名字是写小明就对了。我就想 OKOK、okay, okay, 我们就叫那个 character 就叫做小明。那我们就真的下去，我就想哎、啊、那个 office 里面有一个 sheet， 我们就带那个 sheet。